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欢迎莅临北辰国小2023年国乐团的发表会。那北辰国小的国乐团呢，从民国88年成立到现在，已经有24个年头了。在这24个年头当中呢，我们的孩子呢获得了非常好的表现。我们去年呢获得了宜兰县学生音乐比赛国乐合奏优等，以及丝竹室内乐优等的好成绩，并且代表宜兰县参加全国音乐比赛。同样的，我们也获得了丝竹室内乐的特优，以及国乐合奏的优等的好成绩。我们是不是给大家，给我们小朋友们一个热情的掌声，鼓励他们，谢谢。今天在节目一开始，他们要为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阿美族舞曲，请大家掌声鼓励，谢谢。
谢谢我们丝竹的15个小朋友带来这么好听的曲子，请大家再给他们一次热情的掌声。谢谢我们所有丝竹的小朋友。